啊，这歹势啊，这歹势啊，走进来，做一下，那片物件就做，搁你提转去，才念个客栈，歹势啦。好，不啦，总应该做啦。啊，阮客栈服务就只尔周全啦。哦，这方向的尔呢啊，讲话才甘心着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请你啉一杯茶哈。啊，哎呦，安尼哪会好意思啦？歹势，歹势啦，歹势，来呢，麻烦你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大妈这里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出卖啦！哎，茶嘛传出来。 是倒来哦，无咧，哈，还是叫我们做掉。啊，明星啊，啊，拢在遮。啊，哦，哦，小花姨，你那边那，哦，别哭，别哭，你过来。这是什么物件要滚啊？哈，啊，唔是讲要请你的。哎，这。 我跟你讲哦，我今仔日体表欢欢，西装打扮到足水足水的，昨天看廖高满意的，伊就讲叫我休半工，有够好的，赚到啊，会当休困一下啊。如果是为了苗欢欢，一个可爱的查某人，我绝对要让你心不如死。阿姊，你是安怎？我回来，敢讲你无欢喜是无？ 欢喜，阿姊当然是欢喜啊！我就知影。啊，米哦，米哦，你回来哦！哦，米哦，我就想你诶，我无看着你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是讲我，我一步，我就给你一拳哦；若是我，我两步，我就给你两拳。米哦，我是对做对不起你诶代志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啦？ 你的船在本来都是一个错误，非得我真讨厌你，你想要离我较远的哦。嗯，看起来怀有真讨厌汉文。汉文，你替阮坐这样坐妥善回来，一定就忝啊，干嘛去休困一下？阿姆哥，你又在家，我无想要回去房间休困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唔走，我就来走。哎哎，好啦好啦，好啦，我离去啦，我离去啦。 大家哪会拢徛咧遮？来啦，请坐，请坐。坐坐坐。哎，阿春满意咧。伊胃肠无爽快，小弟来等下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那呢，我去替恁传一挂点心，麻烦你。阿姊，我甲你斗相共。嗯，米哥，来，来遮坐。哦，原来去恁那位。 拄仔好，昨天有给我休半工，所以我就转来看阿姊啊。真是的哦，那呢，你伫昨天有倒拢做甚工？我
跟你讲哦，我今麦是欢欢阿姨辛苦变的查某囡仔，我只要把伊照顾到好势啊好势就好啊。而且哦，伊真是对我足好的呢，我有够介意这个工课。欢欢阿姨，咁就是苗妞妞？无唔对，欢欢就是苗妞妞的名。哦，原来伊在从旧引导，害阮之前搁找遮尼久。没有，苗妞妞伊人够好。当然嘛好啊，伊逐工拢足快乐的。啊，好啦，这人啊平安就好啊，算不幸中的大幸啦吼。真可惜，法门甲法药拢中过啊。若是搁清醒，知影即摆苗娘娘已经平安无代志，一定足欢喜。对啦，恁迄个村官姨啊，想到伊雄雄身体无爽快。哎，讲到这就厌气啦，莫讲了，迄个游乐园。为什么啊？没有，莫管村官姨啦，我有一件真重要代志，想要请你甲我斗相共。什么代志？就是冬天老者即摆得着一种真奇怪的病，一定爱看着汉文内裤才能好起来。你嘛知影，我无方便对汉文开嘴，啊汉文怎样介意你，敢若有你，能甲我斗相共。啊，你哪得着遐尔奇怪的病？啊，没有，这以后我就向你解释，你敢愿意斗相共？应该是真是拄着困难啦，才会找我斗相共。不要，安怎？好啦，只要我会当斗相共，我嘛真愿意安尼做。也毋过，也毋过啥？恁大家一定要负责甲汉文讲，我根本就无介意。伊若是佫继续安尼甲我高高张哦，我一定会气死。无问题，无问题，真个代志交好我。安尼食好食好，有比较啊，那这个四十几个当三工哦，来我来找汉文哈，我叫汉文仔哈，汉文啦，喂汉文啦，阿奶，哎，这汉文仔哎，哎，无阿姨时阵就定在那坐咧坐咧，阿种不阿姨人就走得到哈，谢谢。我去找伊好啊。啊，我跟你来，我跟你来，好，别等我。这给你，是安怎要给我这？就阮心情危险，这个暗器会当保护你。要唔过组长伊对我遐尔好，我敢有可能会拄着危险？敌人敌兵不敌先，美好，我袂害你。你爱会记哩，杀人有时阵是为了要自保，你若是需要自保的时阵出手，千万唔通。多谢你。你这到底是想要创啥？这个暗器顶端有毒，怀疑杀人是林魔刀的头一步，而且会跟你斗相共。相信你，我真心愿意，三生注定有我有你。养遐尼久啊，竟然还讲我七种药材无买着，你甲我忝死。都七种啊，阿娘我来看卖。因两个人找遮尔侪种药材，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好，我来详细听看卖。阿娘。这七种药材是苗达要准备的，无咱的代志，咱会用等啊。安尼就好，啊若无，我继续行落去啊。我全身躯的骨头要酸。为着要拄着着汉武，搁安尼辛苦买进来啊。无安尼好啊，回去我替你抓灵，让你消毒酸痛。
面啦，啊，就是对我上友好，呀。原来是想要对付我，恁两个人真正在死我，想死想死，还阁唔知影。我起来问你，黄昏咧泡毒铺的代志安排了怎？你放心吧，物件拢已经传好啊，明仔载中昼就伫苗栋路引导的秘书进行。安尼讲起来哦，这件代志哦，进行到真顺利哦。啊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别慌，我咧个，赶紧来叫我，明仔载免咱偷偷啊走入去。无聊，你讲有啥物好办法？我的计划是。微信啊，大顺皇帝要征召咱苗家侪人，这个代志，伊到底表示啥物啊？不是简单无变，是高皇帝坚持要征兵扩东西。啊，怎会安尼啦？你不是讲已经甲这个官员啊，拢已经表达抗议啊？啊，谁那伊无收回性命啊？伟弟，你都已经看清楚这高皇帝的真面目，归去，你得来对我。你这一世人心，就给我来照顾你。不会啦，我不会啦。是安怎？刚刚到这个时阵啊，你搁坚持要嫁给迄个皇帝？不是啦，就算我无嫁给迄个皇帝，我嘛无一定爱嫁给你啊。我都跟你讲过，咱只是啊兄妹啊感情，我无可能跟你谈感情啦。哎呀，你这人哪这么死脑筋啊？什么兄妹情？你讲什么笑话？你给我听好清楚，我是非得到你不可的，这是时间的代志。你安尼拖落去，有啥意思？你怎安尼啦？我跟你讲过啊，我爱啥是我的自由啦，你给我变用嘛无路用啦。好，我从今日就给你知，我若是要得到的物件，我是一定会得到。我安尼啊，无够清楚是无？啊！左丢，左丢，左丢，左丢！你是安怎要欺负欢欢阿姨？什么我来欺负伊？啊！我这是在爱伊，是在疼惜伊。你去跟我出去，当作啥物拢无看见。我，你别走。你救我！你别走啊！左长，我看欢欢阿姨走到安尼，敢若受到真大的刺激，无，我过去去请一个大夫来遮家看卖。啊，对啦，找大伯叔来遮好啊。好好好好好，走走去。什么人拢唔免去通知。欢欢，你嘛应该无什么代志，休困一下就好啊。欢欢阿姨，伊走啊！你先坐来。你哦，你去早离开家无？我求你，你早离开家，我就惊，我就想要回去啊！我想我阿爹。左长。嘿，这嘛情形呐？苗姑娘，搁在遐想我去？苗阿姨，伊也是足惊的。左长，我感觉你阿姨的方式太超过了，伊真是让你惊到。一个人呐，这么无路用啊，叫你去安慰一个人都袂晓。我跟你讲，是日头苗姑娘佫对我有甚物不满，我来找你算账。其实左长，你哦已经想到一个办法啦，会用平复苗阿姨的心情哦。我就是专工走来遮，要请左长斗三工的。你有甚物好办法？让苗阿姨回去苗中路的身躯边。什么？这胡白讲，这是什么好办法？左长，你先莫生气，听美娇解释一下嘛。喏，我听你讲，若是我听了无满意，你就较细。左长，因为你对苗阿姨做出迄款代志，
伊即马已经唔敢住伫个遮。我想哦，日后组长若是搁去找伊，伊的情绪哦一定会无法度控制。伊即马上需要的就是安全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伊回去伊阿爹的身躯边，有亲人的陪伴，一定会当让伊紧好起来。若是伊回去了，伊无要回来，安怎？袂啦，只要伊的心情恢复平静，我就找机会慢慢向伊解释啊。其实组长你会安尼做，拢嘛是因为你爱伊啊，才会一时糊涂做唔到代志。我想表阿姨伊想通了后，就会慢慢了解啊。组长，我会当答应你的建议，但不过你是毋是会当保证？一定有办法会说服苗坤。我既然有办法当说服组长，我自然都有办法当说服苗阿姨啊。好，你敢照做？好啦，唔敢。我当然嘛敢。我伫遮照做，美娇，卡叔若是无达成家己答应的代志，那安尼就不得好死。我是陈怀娇，啊，唔是美娇啊。就抓就就抓嘛，有啥物通好惊？好，既然你兄你还有包啊，我就答应你，可以带伊去阿爹身边。多谢组长。这是什么情形啊？啊，无奈到即摆未出现，可能路中发生什么意外，还是组长夫人跟阮会？啊，无咧，今摆我袂倒，即摆是安怎？啊！阿公啊，我拜托你耐心等待好无？你行来行去，我目睭要火气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就是讲，啊，万不得哦，我容易目睭耐火气啊！以后你唔对我红晒，安是变安怎？你搞掂去啦！我今摆我袂倒来，我会紧张啊！卖紧张，两边都顺。乖走囝。哎呀！大家啊！大头，来，门口，我跟你讲，三姐姐，哎呦，今麦你已经倒来，甲厝无人甲欺负你啊啦！哦，对啦，哦，好佳哉哦，是去予组长欺负啦。你想看麦，迄组长哦，身份地位遐尔啊悬哦，去予欺负，算是赚着啊呢。喂，你讲这啥物话啊？啥物叫算是你赚着啊？哈？本来就是啊，那不是去予组长欺负，啊人哪会当啊？哪，点点无人顾你个狗。哎呦，乖仔囝，水仔囝，唔通阁哭，你看我哭到目睭拢，这所在拢火气安尼。哎，啊你哭到嘴啊二三三，惊出你外口人就讲奇怪，你是安奈看到鬼？阿爹，查某囝狗有这么恐怖？人互你笑的啊，笑得笑得无代志啊吼，卖哭卖哭。我来介绍一下哈，这伊是叫阮是你的。相信你，我真心愿意，三生注定有我有你。我来介绍一下哈，这伊是叫阮是你的，是你的。阿公，你是安怎？连查某孙都讲不出来。啊对，查某孙。连我都知影我是有应的阿姨啦，你真正哦愈老愈烦癫啊啦！啊，对，我唔拿烦癫尔，我真正糊涂啊！啊，卖徛咧遮，来坐啊，坐，啊，等下就好，等下就好。
生实在有够害的，中着孤独了后，就一直对我孤孤单。也毋过我知影，伊是去受着别人的控制，袂当对伊发性地，只好继续忍耐。卖动刀了。哦，我是感觉哦，这个姑娘哦，真明显啦，好亲像伫倒位见过。我想起来啊，咱之前伫市场有见过，你会记无？我会记你叫陈怀玉对无？哈哈，咱搁真袂呢。唔是啦，我唔是啥物怀玉，我叫做美玉。唔对啊，虽然你今日穿差无同款，也毋过我会记你明明叫做陈怀玉啊。什么唔对？我的名叫做白米玉，唔是什么陈怀玉。无，你明明就是叫。陈怀玉，你是安怎？你明明就无实在你啊！哎，唔是啦，可能是吼初面熟识的姑娘啊，伤济，一时啊火气啊哈。无啦，讲绝对无可能啦，我记得伊叫做陈怀玉，无唔对啦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识几个玉？我实在有多哦，米玉啊，宝玉啊，秀玉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后不准你在外面跟这些查某学袂来啊！尤其又是名内底有玉这个字啊，绝对袂再跟伊来往啦。是，唔对呢，你名内面冒这个玉呢。你，看我怎修理你！啊，哎呦，阿公，你今麦给我拍啦！你快快！好啊啦！杀我！麦给我拍！先休息。好啊啦，足疼你。玉芝顶着成功，也毋过个性完全拢无改变，也是同款赤白白，实在防止再袂掉。好啊，咱要甲我拍过来。好啊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，先来开脱。玉英啊，先甲你阿姨安顿好势，刷落吼，你要安那教是初明吼，我无意见。啊？是阿公，玉英，多谢你啊。李玉姑娘，这次真感恩你。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。苗阿姨，你先坐一下，我甲三兄来去三堵仔扛。嗯，多谢你啊。阿姨，你免对我遐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。哎，哦，做重的，做重的，啊，这边放在倒位？放在那边。哦，好。公主，多谢你哦。美玉啊，别叫我公主啦，叫我初明就好啊。真好，趁玉英即马无伫个。李勇，你是毋是搁咧生气？奇怪，这个初天又搁想要创啥？煞煞去啦，我莫找伊就好啊，他免伊搁继续搁孤单。李勇，我知影哦，是因为之前我家你的名记唔对哦，你咧生气，即马才摆找我，对无？你放心啦。美玉这个名哦，对即马开始，我会记在心内，哈。唔相信哦，唔相信我就抓。其他查甫人的名哦，我还当袂记的，但不过你的名哦，我永远拢会记的，啊，我就抓，就抓。昨天真是愈来愈离谱呢，看起来哦，我应该回一点仔教示才对。你可以跟我耍这招哦，你来这高水啊，可以跟我讲耍笑嘞。我来讲哦，我头一面看到你哦，哇，笑这么好打扮，竟然敢摸我的头，杨姨你来啊，死臭命啊，害我嘴嘴巴干，明仔帮我紧转去啊，搁在遐创啥？是，我即马随转去。你若是搞我，我就甲你话嘴爆出来。
好啦好啦，我即马回去啦吼，卖生气。你回去啦。好啦。卖阁烦，你回去啦。好啦。你什么药的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是敢对阮家的草莓有意思，我连上会拍。这两个有够老冤家，实在有够趣味。用英啊，那溜溜都窜出窜进，啊，欢欢啊，阿爹，阿爹啊，宝贝走起，阿爹从头来看，来来坐坐坐坐坐，啊，多谢，啊，一切拢顺心啊，吼。我真好啦，阿爹，你来看我，我就真好啊啦。你哦嘞，这支嘴才甜，阿爹唔知听你入心。啊，你若有啥物需要吼，就吩咐庇护来找阿爹知无？阿爹，我即马吼有一个需要啊咧。啥物需要？我需要你哦，好好休困，莫为我的代志哦拍歹身体。你哦，就是这么啊友好，处处拢替阿爹咧设想，哈，安尼啦，阿爹真正足久毋捌这欢喜啊，你好好休困，等下咱做伙食暗顿，哈。是，阿爹。我来去吼。这样好，阮拄仔去找你。苗中诺，阮叫你准备药材，唔知影你准备好阿未？好，恁所需要的药材我拢准备好，即马就恁对我来去提。好。难怪哟，害得青龙会连那馆主，伊是安怎会出现伫遮？您到底是在叫啥？廖通诺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我来介绍啦。这位叫做美玉，伊是专门来哄抬甲背叛阮查某囝。啊，这两位是我的人客。两位好，我叫做美玉。对吼，差一点也袂记哩啊。吴良讲过，陈怀玉已经中蛊毒，根本就袂认得阮。你是美玉？拄仔好啦，过电脑烧啊，等一下要摕的物件搁真多，我想会当请美玉甲阮斗相共。无问题。多谢。海内青龙会，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好，我着做伙来去看卖。你若怀疑这神药仔的配方邪漏，你就应该为出现这神药仔的所在去找线索。你代志还袂调查清楚，就找我来问。我真正无法度接受你，是我处理了无少妥当，卖扛在心肝内。小弟，像我甲大巫师的看法同款，认为这件代志要先调查苗中诺，请绝对稳准逮捕苗中诺。真心愿意，三生石顶有我也有你。这呢是恁所有需要的药材，我已经分作一份一份，拢也提好势。但是啊，较等你咧提的时阵，千万爱细腻，因为这物件吼，料料啊夹咧就腐去，吼爱斟酌。一点钟。好，无唔对，多谢你，苗中诺。啊，你若做算啊，还是好。这我来提就好啊，多谢苗中诺。较紧嘞，一寡物件，咱若是无紧准备好，咱就害啊。好了。看起来，因所有药材拢找着。我再对来看卖啊！阿姐，卡细哩，卡细哩，来来来，看家就好。金哥，再无恁个代志，恁哪出去啊？谁？
表你认真做代志啊，这代志你做到真好。不过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当这么紧找到这么大脚的汤啊？阿娘，只要是你交代的代志，我都来替你办个好势好势啊。乖乖乖，是讲阿姊人呢？咱无看到伊啊？哦，啊，搁有几项啊药材，要叫伊家华药去提啦。是讲恁两个唔知咧母事，到今嘛未转。哼哼，真正是连天公伯拢在跟我斗相共。阿娘，不要紧啊，护理今晚时间阁真济啊。我看咱先去人家烧水放放的，小等阿姐提药材转来，回来马上当洗身躯啊，嘛袂浪费时间。嗯，安尼嘛好吼。好，我今晚就赶紧去叫人准备烧水啊。你伫遮等你阿姐转来，不要被爸爸走啊。嗯。你先回去。哦。啊，对啊，你替我甲我阿娘讲一下，我两暝就转来。好。袂记得摕，伊交代我甲你讲，伊真紧就会来啊。好，即要等你无闲的时阵啊，你阁有切心情啊，去摕家己的物件。讲着一家这两个囡仔，真正是足无友好的。好好好，你把这药材啊倒入去。哦，好。在倒位，拢有伊的存在啊！讨厌。云烟啊云烟，你为着要对付我，唔知啊对对摕一点药贴，哼，
你想要脱胎换骨，真好，我就让你较早投胎换骨。准备好，准备好啊！啊，今麦等你先。在我入来进前，这物件早都爱整理好，是要早起来了办。真正歹势啦，就是因为拄只去到林小亮提药材的时阵，了一点时间，所以啦。已经好啊，我的脚手真扭了吼，真紧就处理好啊。医生也真好，已经联络好啊，你会当先回去啊。好啊，婚姻姑娘啊，浸烧水的感觉实在足好的呢，你慢慢享受，我先来走啊。想袂到我电话用伊搭遮尔啊久，伊竟然无通知我一工。有耶。水的温度啊，拄啊好，一切拢准备好势。嗯，对啊，是。你在做啥？我拄则袂记一罐药啊，所以我走转去摕，即马送过来啊。这尔啊重要代志，你也当放袂记？做代志也较认真嘞，要无后摆，我要甲重要代志交代互你做。是嘞。要唔你家己要去？是。差不多要传出婚姻的救星了。嗯，这喵家在什么路毒上多？哎，我特别为你传的是骨粉，你若是目到，你就会全身溃烂而亡。这好看的场面，我无看实在可惜。抓到我调安慰人，下场就是安尼。婚姻，我祝福你，黄泉路上一路好行。那你敢不是妄想？伊来伫遮，
我无下刀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哥，大概想做主。无人阻止我，我无下刀。给我避开！混的妈的啦，混的，这是啥鬼啦？混的，看起来无好，你怎么敢？你是要搞哪事？大哥，混的，这是公会，你妈的太气人了。人家嘛好气，白白丧气也不得劲的。我唔够，我快痛啊！你白白丧气啊！我要死啦！哎，今日等你来，今次去坐哦，试一下，去医院睇吼，我试一下啊。这是误会啦！你冇通知太多啦，我今天去看阿娘，雷娜，阿娘，雷娜。想袂到婚姻这么好运，竟然搁会躲过一劫，是讲。我会记得这配方是乌日的动物秘方，要哪会流出来？敢讲？在走出来，这边新的，咱大家拢在位。林娜，林娜，我哪能这样做？你若给我招，就是一项证据。看你有什么话搁通讲，我到时候死甲一歹看。林娜。你还相信我？我无。阿娘知影，我知影。靠！你，婚姻姑娘，婚姻姑娘，你看莲娜已经行到安尼啊，你唔通再甲拍啦。听你讲，这代志还要查清楚真正，连你嘛有嫌疑。我问你，毒药啥个？我唔知啊，唔是我。我想你无下蛋，一定跟你玩。哥，到底谁来动摇你的？无人，不是我。混蛋，妈，混蛋，你妈的，混蛋！啊，哥，你俩不够，我来打死。阿哥，阿哥，你们，哥。我阿娘叫我甲米药去找庙中路摕药啊，庙中路摕真济药啊，予我甲米药。然后我行到一半，我就想起来，佫有一罐药啊无摕，所以我就转去。你就转去摕毒药着。很无呢，我摕的是药，也毋过迄毋是毒药。是就是，毋是就毋是，讲清楚。我知影你佫有啥家己做毒。这我提的药是苗中路给我。莲娜，这事无够巧，你敢知影？你若要无落完啦，妈找一个较好无落完啦。你给我讲，苗中路伊有啥物动机要害我？我甲你讲，苗中路伊考袂起，我今仔五分生还到上海舞台时，混个。我嘛同款希望你会当着海舞台戏，所以奶奶根本就无需要对你很多啊，对无？你袂记啊？奶奶报仇心无你遐尔坚定，也搁有顶爿咧耍动的时阵，你差一点仔偷摕你的财产，你敢去躲债？我知影，你一定是忘恩我予你奖金成功，所以你就变来对付我，对无？不是安尼，我无恨你，我嘛无下毒，我真正无啦。林娜，林娜，你敢唔肯讲实？好，这一切都是自找。
看见，是为倒位去学来这种正样凶的歌？你到底要啥？今嘛，恁两个人拢讲唔知影这药仔内底有毒，可见恁其中一个人一定是咧讲白菜。啊，我想起来啊，前几工啊哦，阮二姊伊唔知走去倒位买一罐回春药啊，结果伊摕转来，我无说伊甲讲破，我就伫咧内底掺一寡有诶无诶，想袂到伊啉落去了后，竟然讲有效呢。诶，无啊，米药啊，今嘛这是啥物情形？啊，你讲讲遐话，我听啊雾沙沙。无啦，我只是咧想讲哦，迄个卖药啊，卖给阮二姐的药啊，有特别讲，迄罐是回春药。阮二姐嘛认为迄罐是回春药，因两个拢唔知影，其实迄内底早就互我用水换过来啊。你敢袂认为我所讲的代志，甲即卖情形真同款？对，何言，我想这药啊，可能互人调包啊。对，确实有这个可能。何言，拄则我看到一个人伫个密室的头前，伫遐咧偷看。我想这个人跟这件代志一定有牵连，伊就是梦晴。啥？你讲赵汉武买外口偷看？无唔对，我就是惊伊有啥物企图，所以全工留咧遐甲监视。想袂到过一时啊，恁规阵人为内底冲出来。上解奇怪的是，脚接脚，网蝶带一个迄落打扮了足奇怪的老者，嘛为密室闯出来。你的意思是我来洗身躯的时阵？有两个人买来在偷看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啊，不过重点是吼，这件换药的代志，恐惊疑点重重，无这么单纯。快点，这手脚慢点，到底在比谁慢？我嘛唔知情啊，讲唔知，但一旦说到你，你也是。这药材、药方，拢是恁手脚的。你的查某囝，这是真正要杀害我的人，无可能，文杰，绝对无可能，嘛条哥你无冤无仇，伊是安怎要安尼做了？我想，一定是迄个赵汉武，是伊在变鬼变怪，你听去，
恁查某囝要来密室内底，就要安怎解释？我虽然着害母亲可怜，也毋过我相信你的查某囝，嘛无法度脱离关系。你听我清楚，我喊你三天以内把代志调查清楚，听得无？只好目睭紧紧看你的大汉查某囝，毒发心魔。阿娘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讲，你袂当来走，你从这边逃。代志查清楚，真好。这代志要调查清楚，进前丽娜都要关在这个房间的，倒去嘛不准去。廖中龙，麻烦你派人在外口卡车。无问题，我随来安排。李勇，这无你的代志，随我来。哦。丽娜，歹嘞，莫怪我对你。等明仔日我派人来进前，你会当留在家，好好陪你的查某囝，尽一点仔做阿娘的责任。要留不，我惊你太上床时间嘛无久。三天后，我等你好消息。文杰，文杰，文杰，奶奶，奶奶，你都要紧无？来，进来，你进来，来，啊，谢你，啊，就对啊。阿娘，你一定要找网店问个清楚。我不是没事，我不是没事。你没事，你绝对没事，我一定要带警察清楚的。你别惊，你别惊哦，你乖，你先倒来，别倒来休困。谢你，谢你。哼，不管代志是不是跟苏芳有关系，文杰，这家对我母阿姐啊这样子啊残忍，这实在足超过。王妃，我这段时间对你所交代的代志办到这么尽心尽力，一丝一点啊拢无情分给我，甲丽娜折磨到这么凄惨，这个冤仇，佫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加倍害你。娜娜，奶奶，阿你拢体谅着恁。是不是？我到底不要再让他给我安心，我哪会做你不如意？嗯，莫哭啦。虽然哦，我吼发力高强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不然呢，发力够强过吼，今嘛无发力，啊，不过我赶快，你看查某囡仔咧搞吼，我不信人啊，恁哥哥，你赶紧静静吼。我只要做你情啦，我刚才想着我阿娘，可我真不知影会后悔安怎，我就做艰苦的。这叫我阿娘。哎，阿你进来啦，阿哪里搞？小创，刚刚失败啊。是无失败啦，算成功啊啦！反正阮咧咯，人都巧咧，伊人哦还袂落水，就发现着水内底哦，已经有下高度啊咧。我看，这个丽娜，做个丽娜，拍一拍笑死咧。你讲啥？奇怪，哪样呢？哪样呢？这伊人，吼，可能丽娜叫拍一拍笑死，你冲来要甲救咧，我都硬甲拖的，硬甲拖的，啊，即摆人只咧烦恼哭甲要死。是安尼哦，啊好。莫哭莫哭吼，慢点啊！我相信哦，这代志哦，一定有法度解决的啦，吼，莫哭。那我讲你无法度解决啦，伊就讲伊无法哩，啊，是安怎来解决？是要安怎解决啦？大太老请，你敢不是已经看到婚姻的辛苦啊？那安尼就干那从看门去嘛？对，已经成功，啊，就讲看门阿公能做到。啊，头拄仔迄狐狸精哦，叫伊去办代志啊，可能较晚就转来啊。哦，好，安尼啦，我咱大家来研究看嘛，免哦，较闷，等过，等过。孟爹，你先莫这么艰苦，只要当天我才恢复法力，就会当救你阿娘家己。
谢。哎，当然嘛，真谢。那我呢？你个人啊，你讲啊，啊这件代志啊，不要这喊我，还谈这个讲。你吞气吞声，拢是为着我。但是我无法度阻挡赵文生，伊用威胁不兼理由要来娶你，我。阿爹，是的啦，让你受着委屈啦，唔要紧啦。假使文生若是搁逼你，你查某囝愿意嫁予伊，我会相信你。我真心愿意，三生注定有我要的。莫客气啦，莫走啦，哎，听我讲。我爱听你讲啦，我以后袂相信你所讲的话啦。讲啥物要找我去哦，干只黄哦，黄金啦。结果无学着黄金就准拄煞，我规个人哦，甲我跌伫土跤，害我奇怪。哎呦，你在干啥嘞？我给你暗示你无啊？好啊，我只好用捏。没来催我了，我给你来啦，我来啦。总算是走，我以后特别注意哦，伊是来足恐怖的。哦，这大厅哪这尔垃圾啦？哦，我正在清理，阿拉婆，头家娘哦，若是发现着哦，我就惨啦。无想要让伊对我孤单啦，空的你。所以你头拄仔是假。废话，你真正是空到无救咧，空。你先生的，叫烟头骂你空。你是空呀？啊，搞死你！我有跟你讲过啊，除了三两钱银哦，还咧烫裤啦。
哎，你这个人哦，真正会让人想要吐，你知影无？啊？你伫想要吞我的苦，啥意思啊你？啊！你讲啥？你讲！喂，变态，空空，欺负处理你莫名其妙，就算讲哦，我说一句，我嘛袂让你看到啦。你们是变安怎？你是变哪？你在做伊讲啥？你是无听着呀？有啊，伊在讲，就算讲伊细心，我嘛无可能互你看。对啊，所以是即摆吼，纯做啊一个办法尔啦。东宝。哎，叫，叫，快叫起啊！哎，先走起啊！叫这个，汉门这个，搞死囡仔，一定要骗去。你去，认真快点。我反对。啊，不，你是在反对啥？因为安尼想过麻烦啊，咱身躯顶也无偌济钱啊，会省省啊爱开足济钱的呢。我看哦，同天老姐，你去看伊洗身躯好啊。这安尼。我怀有同胞，这个主意袂歹。安尼我就当先煞搁确定一届，怀有到底是不是在搬戏？我赞成。不如想怎？因为汉文若是咱甲怀有同胞，一定怀疑甲什么荒谬都无，所以到时阵要偷看就真简单啦。不如安尼讲讲有道理啊吼。阿五哥，这是上好的办法。敢讲你无想要救你阿姊干阿娘？啊对啦对啦，先走起，办一个婚礼哦，不会开多少钱，真正甲办一个好啊，好。我看我是无法度阁反对啊。只要段天龙姐一看到汉文来客，我就马上冲出来阻止伊动步，安尼就会当把这张骗局拆破。汉文嘛因我怀有骗伊，所以讨厌怀有，就安尼决定。你是谁？好，你讲的好，你讲。安尼好，安尼代表准备来办亲事嘛哈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应该是我接到。这药材拢是你摕给美瑶甲莲娜，敢不是？是啊。好，那安尼这罐，你别看卖。啊，就这罐，逐罐我嘛批过一摆，绝对无问题。那。这是石骨粉。石骨？摸唔着，我真确定，我无可能会做这个代志啊！这罐绝对是去用偷换去的。哼，我想上有嫌疑的应该是王晴，啊那无，就是你的查某囝忘掉。忘掉？不可能。王爹绝对无可能做这款代志。若要可能，也是无可能。为着心中的起见。好啊，莫讲我偏心。既然你有这部分的怀疑，我即马就去找王爹问好清楚。啊，不过这下代志，若是无亲像你讲安尼，我是绝对袂放你煞的。美儿，我你伫遮哦。阿姨在找你啊，你赶紧去。苗阿姨找我哦。阿公，我有代志哦，想要甲你参详。哦，孙女，来，慢慢仔讲。就是，我不甲伊比较啦，敢袂当甲伊赶出去？我无想要伫厝内底看到伊。到底是安怎咧？不甲伊比较啦？阿公，好无啦？哎呀，迄恁阿姨是偌介意美玉，你知影？搁再讲，人吼美玉要陪是恁阿姨，也毋是要陪你的，你是咧甲人使生囡仔性地啦。人伊做代志真认真呢。阿公，好啦，免阁讲啦，我无可能答应你。哼，美玉真正袂见笑的，见真古锥，和阿姨甲厝边拢介意，连阿公拢替伊讲话。好，我得想办法拆破伊的真面目，让大家拢知影伊伫来庙街无得，就写妖怪丑闻。
开上。哇，这水的呢！草坪啊，阿爹雄雄要送我花啊！一朵花，这条水，这条高贵，我头一遍看到，我就感觉非常适合阿姨的气质。安怎，欢喜无？欢喜，我真欢喜，多谢你呢。唔卖客气啦，欢喜就好啦，吼。就你送的，你敢知影？这花哦，这么水，这么高贵，我第一遍看到，我感觉非常适合你的气质，欢喜无？吼，伊是想袂出别句台词啊，是无？你啥物都莫讲啊，我了解。你一定是感动到吼，话拢讲袂出来，对无？不要紧，来，我替你擦鼻哦。你咪有变来哦，乖啦！阿咪哟，咱阿姨拢伫遮，你先惊啥？阿姨，你讲这花是毋是真适合咪哟？是啊，咪哟，你无介意哦？唔是啦，阿姨，我是歹势乌白收人的物件啦。咪哟啊，你安尼讲哦，就真正把我当作是外人安尼。你看人阿姨哦，拢这么欢喜就收落来啊，你就莫客气啊吼。可是哦，你若白收落来。我真正要想无，有啥物气质会当配起这蕊花啊？是啦，美哦，你着收落来啦。我想哦，插到你个头壳顶哦，一定真好看啦。是啊，你看，人阿姨拢安尼讲啊。来啦，别客气，我来替你插。我倒去来就好啦。紧啦，我替你插，你要看无？好啦，你卖动啦，我插着头哦。来来来，好啦。哼，美哦，国家讲，伊对草坪无意思。今麦国家总算走出来吼！哎呦，我对伊无感觉啦！没有没有，我只有感觉，只有感觉。好了，感觉是咱打到不用，打到不用，对对对，不用。行。你修缮了啦？啊，修缮，去开开动，动动动，动动动，每天不是弄个吃宵夜吗？修缮啊！我跟你讲，算是算，啊，不过其实。今仔日到底是啥物日子啊？谢龙向我求婚，竟然连组长嘛向苗阿姨求婚。只有看到天气凉凉，深夜只有阮自己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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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修缮了啦？啊，修缮，去开开动，动动动，动动动，每天不是弄个吃宵夜吗？修缮啊！我跟你讲，算是算，啊，不过其实体格袂歹。今仔日到底是啥物日子啊？谢龙向我求婚，竟然连组长嘛向苗阿姨求婚。只有看到天气凉凉，深夜只有。我想啊，插到你个头壳顶，一定真好看。是啊，你看，人阿姨拢安尼讲啊。来啦，别客气，把你替插。我家己来就好啦。我替你插，你安尼看无？好啦，你卖动啦。好啦。好。哼，美儿国家讲，伊对草坪无意思。今麦国家总算走出来吼。草坪。刘进来啊。修理草坪。哎，有英，你向阳走来啦？安怎？我是陪同还是？不是不是，我今日哦有办修理会要送你啦。本来不要你知影，不要你一个惊喜啊。喂。嗯。你在倒位啊？伫遮。我想讲哦，迄美玉的面貌跟你差不多啊，我就麻烦你替我试看卖啦。来来，我替你擦去。你搁真会讲话吼！无影啦，哪有？你毋是讲迄朵花是要送予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要送予有英的啦。多谢你拄只斗三工啊！有英啊，你敢知影？这花哦，这尔水，这尔高贵，
我头一面看你哦，我就感觉非常适合你的气质。吼，楚明这个乡民人，实在有够无老实。阿姨啊，告诉爸爸行代志，我先来去整理物件。哦哦，安尼哦，好，你进去，好，你进去，啊，进去啊。哦，你看，哎，哇，水的呢。你看那美容啊，我拄只哦，只是麻烦伊哦，来花插起，你看有好看无？你竟然想讲要送伊啊？哎，有够单纯的哦。感谢你。啊，是啊。阿姨，刚刚麻烦你先出去。我有代志想要甲厝边参详，啊，不过这是我的房间呢，你要跟我去住啊？是啊。哎，咱不要紧啊，等一下，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恁拢莫管，你就坐伫遐偷偷啊看就好啊。阿姨，厝边，你赶快啊！你嘴死啊！哎呦，有一天我该说多少钱要杀你啊！什么？这霸道不侵、忠心不落的药啊，是乌日独家炼成的呢？哪有可能有人有这个病？组长，是小阿七目睭所见，绝对会看到。啊，是什么人提起用？是一个叫做婚姻的查某。婚姻？啊，结果呢？你敢无成功？伊无成功，因为小可进前就甲药材调包。做了真好。那不过，这个婚姻到底是啥物人？啊，是安怎伊会摕到这个病方呢？绝对，以小可猜测，婚姻这查某会当摕到病方，绝对甲苗中拢有关的。安怎讲？因为这查某是伫个苗中路的厝内底摕到避孕，而且搁伫苗中路厝内底秘密咧使用避孕，这绝对甲苗中路有关的。组长，请温准手下甲苗中路逮捕，甲抓过来，互组长摸详细。免烦恼，我有办法。你即马去找大武师，甲伊讲，我有代志要找伊。组长。老吴叔讲，先退了。是。组长，你找我来，唔知影有啥物代志参详。哎呀，好的，真正是好的。有一种真特别的香味，好闻真好，实在是好的。这是我特别为组长所调配的百花七香茶，内面有几啊百种珍贵的花。每一种拢配着伊的七片香啊，香味当然是无得比啊。那呢，这种茶伫外口是无法度啉得到。这是乌日特别为组长所做的，外口的人要哪有可能啉得到这种茶？敢是？那呢，你特别制作的新药的秘方是安怎会伫苗台引导出的？组长讲的是什么药啊？就是你当初和王静霸道不侵、刀枪不入的心药。奇怪，组长哪会知影这件代志？谁人唔讲话？无可能，这药啊是我特别为你精心所做的，无可能有任何人会当知影这药啊的配方。不过这嘛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别安那解释。那呢？我请问组长，是啥人泡过这药啊？效果又不安怎？这个人是无成功啦，所以即马也唔知影效果。既然安尼，组长是安怎会当确定，伫苗大阴道出现的配方，甲我的新药啊同款？我下都要害死婚姻，煞你有借口辩解，有影我想袂到。你若怀疑这新药的配方是阿老，你就应该为出现这新药的所在去找线索。你代志还未调查清楚，就找我来问，我真正无法度接受。你，这件代志，还是我处理了无少妥当。
卖空提心挂来。小弟，像我甲大武叔的看法同款，认为这件代志要先调查苗中龙，且绝对稳准逮捕苗中龙。这件代志我都已经讲过了，我家己会处理，卖再提起啊。是。你好，我送面面皮来。哎，放在面餐厅的话，哈。放面餐厅哦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好了，哎，起来。哦，你这摆想创啥啦？哈，搞崩溃啦！哎，看你要走的倒去。哦，我知啊。你这摆我痛苦着，你摆下手啦，我开始我嘛歹疼啦。好啦你安尼讲是啥意思？我就是要甲你甲比较煞作对。真实的哦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海胆炒米油，我的姐姐哪有可能？我哪有可能炒着米油啦？哦，哎，是家己甲恁讲的哦，啊？是伊讲的哦。其实伊真假的，但是你嘛知影，查某囡仔做是件歹事啊。是啊，而且吼又甲讲哦，只要你哦会当让伊欢喜，啊求亲的时阵让伊满意，哎呦，伊一世人拢是你的人啊啦！是我的人，那意思就是讲，我当查伊哦。我现在是你的作品吗？哦，不是。哎呦，你哦不是你作品吧啦？只要你哦去相亲的时阵嘛，提亲。他辛苦你了啦！啊，虽然这只是一个计划，啊，不过我的心内还是感觉足无爽快。哦，我真无想要看到海文跟华友成亲啦！你是要去做啦？你听我，你有钱，家老婆袂使啦。我来。我来。阿娘，啊，唔免啦，我昨无空，我想要去文静。啊，那恁稍等下，阮再来找你。什么时阵家己才能结束？我好好解释。宋华，阿娘，你对我来。阿娘，阿姊，你即摆到底状况安怎啊？我甲讲，阮查一日要予你害死。是哦，我即嘛爱你，将这支刀啊随时扎伫个身躯，趁无人的时阵，猫鬼鬼抬死。趁无人的时阵，将了桂花刣死；趁无人的时阵，将了桂花刣死。阮差一点要予你害死，你搁伫遮地气，还是阿娘是咧讲啥？
死不是你在内面都看到，迄个配方根本就是要害死婚姻。配方，你阿姐即马就要让婚姻误事，你安尼做，你欢喜还是？我哪有可能欢喜？你迄个时阵，若不是大英龙才甲我立话，我早就冲出来啊！阿娘，你想怎么样来控我？神诺，迄个配婚是你后婚的，我嘛无想要怀疑你。啊，不过事实摆伫个眼前，迄个配婚是蒲蓉给我的，无可能啊！蒲蓉伊嘛想要甲赵汉武除掉，伊无可能陷害我呢。我再讲，迄只是配方，无的确是恁配药的时阵出什么差错。阿娘，你拢是我的亲人，我哪有可能陷害你？我嘛一直在想办法，想要救你啊。算了，我想清楚。啊，不过你是安怎要偷看我呢？阿哥，你拄则讲的黄天龙姐，可是啥？其实这件代志，讲也无一厘好，就是同你老讲，真正是学袂来。嫂，你敢确定，你敢要继续跟英雄去比？阿娘，我拜托你，就听我这边好不好？你莫阁想报仇的代志啊！现在已经不是阿娘报仇，要报仇就无代志。你敢知影？连阿已经让婚姻落到毒的控制，我若是无赶紧去找什么人要害死婚姻，你阿姐就惨。你敢知影？啥？我真后悔，阁无听你阿姐的话，莫讲想报仇的代志。一切恐惧已经被我。即马只有赶紧让唐天龙才恢复法力，才当救阿姊啊！啊！你今日突然间这么搞礼数？哎呀，苗长老，这是应该的。那是将来咱变作一家伙啊，卖个加倍照顾恁苗家。一家伙啊，昨天啊，你在讲啥？我听拢无。哎呀，苗长老，我都已经讲到这么白，你搁听无？哎，好啦好啦，其实我得直接讲啊，我是希望你甲欢欢嫁给我啦。啥？族长啊，你是咧滚双笑哟？欢欢是大宋皇帝爱妃，这点你甲我拢正清楚啊。伊只嘛只是一个通情犯，啥物拢唔是。咧高皇帝早晚会找个苗家姐，欢欢只有嫁给我，才会当保伊的性命。欢欢若是无嫁给我，敢讲，佫有啥物较好选择？奇怪。苗娘娘早就已经是大宋的王妃啊，族长是安怎坚持要娶娘娘？苗长老是安怎唔敢反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族长，希望你给我淡薄时间，我真正爱甲欢欢研究一下。应该，应该，好好考虑一下。三天，三天了，我就来等你的答案。你是翘翘，我相信你的答案一定会让我失望，对吧？未来的敖大人，我真可惜。
你什么时阵入来？拄只听到啥？阿爹，你甲文生讲的话，我拢听着。是的，阿爹无路用，我挡不好。阿爹，你千万莫安尼讲，你吞气吞声，拢是为着我。但是我无法度阻挡赵文生，伊用威胁不兼理由要来抓你，我。阿爹，是的啦，互你受着委屈啦，无要紧啦。假使文生若是搁逼你，你查某囝愿意嫁给伊。这样子伤心多久？实在是伤歹。我看以后咱爱改半个月请一次。是安怎？要半个月？是安怎？照这种速度进步，我的金钱哦，是爱饲到伫当时才会当成功。金钱哦。但是我无法度阻挡赵文生，伊用威胁不兼理由要来抓你，我。阿爹，是的啦，互你受着委屈啦，无要紧啦。假使文生若是搁逼你，你查某囝愿意嫁给伊。你讲啥？不用姑娘，你哪会来？不用姑娘。雅典诺，我是专工来找美容的。找我？有什么代志是无？美容，我有代志要找你，你敢袂当跟我出去？要唔过我。美容，我紧啦，慢慢咯，我伫个。是啦，你去我紧啦。哦，不用姑娘，那你等紧去紧等来好不？我一起来走。要找我是无？啊，对对对，遐坐啦，遐坐啦，遐坐啦。啊，小姐，小姐。来，小姐。你啊，你刚才这个位是怎个留予你的？对啊。要不过我等下还佫有工课要做，我紧转去啊。你放心啦，袂耽误你小姐时间嘞。哎哎，对对对，安尼吼，无要紧的代志，所以嘛是爱跟你耽误一下。到底是甚物代志啊？好，你等我，谁来吼？马爹，张爹，哎，出来。哎，小姐，来走走，我回你呀！故意啦吼！
较袂骗你呀。对对对了。哎呀，我对伊无感觉啦。不要尴尬，不要尴尬。尴尬些，那打到不用，打到不用，对对对，不用。对对对对。伊伤瘦了啦。啊，真伤瘦。去去去，走走走走，讲嘛讲嘛，每日暗时拢要吃宵夜，那吃饭啊。我来讲去。算是算，啊，不过其实体格袂歹。对对对对对，内行呀，啊内行呀。今仔日到底是啥物日子？小龙向我求婚，竟然连组长嘛向苗阿姨求亲。你拄则讲的代志哦，讲一点仔关系拢，一点关系拢无啦吼。用心要甲苗欢欢求亲，是真诶还是假？你有姑娘，你拄则所讲的代志哦，我全部拢会安尼改。你是袂当，不是保险盒，不是保险盒啦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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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？有人跟你求亲了？到底谁啊？哈，伊管也是啥？伊家世好无啊？就是客栈的迄个新罗啊，怣头怣脑，伊根本就无适合我。李友啊，你是讲汉文啊？那也无适合，我感觉你真适合。哈，真是的哦。对啊，比如你想看卖哦，老是有啥唔好，总比哦单眼皮伊的查甫人更加好啦。我真是你嫁予伊啦，祝恁两个人有情的终身眷属。哎呦，无啦，你叫什么汉文呢？伊根本就是一个插头人啊，人都散，比如嫁予伊哦，绝对袂幸福，会艰苦一世人的啦。比如。适合你啊！汉文无适合，刚刚你就适合。是啊。你最死，你走命！啊！好，歹势，老公，别话，你别跟我拍。哎呦！好啦。其实哈，一个人哦，伊的外表无重要啦，爱读较好歹嘛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哦，伊是心肝的善良。啊，佮我，你有爱伊无？啊，伊有爱你无？苗妞妞，我当然嘛爱汉文啊，也毋过即马即种情形。我实在无法度讲老实话，是变安怎种？看美瑶这么丢丢模样，我得想办法，让伊跟汉文做伙，安尼凑平才会当死心。美瑶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阿姨，伊跟我无适合了。哎呀，先莫讲我的代志。阿姨，你敢有介意石组长？无可能，我根本就无爱伊啊。我对伊只是敢若阿兄同款尊敬尔。阿姨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无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明仔载你带我去客栈看伊个人，我看伊个人品哦安怎？好。苗妞妞自从来到苗家坐了后，就毋捌看过汉文，无得卡因某囝见面，会当帮助苗妞妞恢复记忆。好啊，阿姨。那恁明仔载咱做伙来去客栈。嗯。跟我看。也毋过，我若无答应，汉文是要安怎恢复？也搁有，苗妞妞若是嫁予石组长，毋着犯着欺君之罪啊！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？希望明仔载，苗妞妞见着汉文了后。会当出现转机。哎，阿姊，来，你别坐。没有。嗯。安怎？今日会忝的？袂忝。顶多是你阿姊，这么晚，你哪也袂困啊？我是来看你啊。你也袂困，安尼拄好。有甚物代志是无？阿姊，你是毋是有甚物代志要交代我？我即马爱你，将这支刀啊随时扎伫个身躯，趁一个人时，就免
苗桂花台时，探无人的时阵，将苗桂花台时。探无人的时阵，将苗桂花台时。真好。阿姊，你拄只敢有甲我讲什么代志？我感觉雄雄戆心戆心的。我是讲，你先去睏，明仔载还阁有代志爱做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多谢阿姊。那呢，我就无甲你叫了，较早睏。嗯。系啊，代志是安怎变甲愈来愈复杂？应该爱来。真好，你还是遐尼准时，大个月这个暗时，拢会来替我请我的金像。你应该知影，我为着你，什么代志，拢甘愿去做。该你的动了，退个差不多。会当讲话的时阵，你就敢那会晓讲这個，你讲了袂，我听了拢烦。你即马会当开始啊，甲我的金钱，试会试好吧。好。进步都无，大概若去学工，你就会臭耳人下到一个月，痛到面色烦乌。照这种速度进，实在是上歹。我看。以后咱爱该半个月饲一次。是安怎？要半个月？是安怎？照这种速度进行，我的金钱是爱饲到伫当时才会当成功。金钱王，摸唔着。过无偌久，本身就有忠心不老样，啊，不过伊无变变，卡输。我的金仙王若是会当饲成功，那安尼苗家子就会当变成一个霸道之国。到时，就算大宋千军万马来攻打苗家子，嘛是有力保存。安尼人生地位，才袂去受着危险。